热。朋友们，实在是热死了啊！你看我这汗不停的冒，根本就睡不了。这半夜两三点、四五点还好一点，现在早上才几点钟啊？太阳就出来了，太热了。昨天晚上睡觉，这个门啊也没有关，只是把这个帘子给稍微拉一下，这样的话就稍微好一点。不然的话，高速服务区车一辆一辆的，那真不行。昨天的时候，这个板子啊有点松，这我给使劲给拽下来了。回去呢，再找几个卡扣给卡上去。就这样的塑料卡扣，都断了啊，断了。朋友们，又是美好的一天，打起精神。昨天晚上啊，连前面这个门都没有关，反正车里啊空空如也，啥也没有。大家说是不是？早上吃个面包。昨天啊买了不少这个食物啊，牛奶，面包，还有那个水果。车里啊没有那个锅碗瓢盆，不然的话早上我就自己做了。行，天气太热啊，买了一件矿泉水，牛奶，玉香面包啊，把那橘子放在面包里了。现在距离家啊还有1000多公里，还早着呢，真的是头疼啊，一个人开1000多公里。打算就走了。这房车住着也挺舒服的，就是太热了。如果说天气冷一点的话，体验感啊会直线上升。走吧，服务区人也多。走，出发，继续咱们的回家之旅。昨天晚上嘛比较凉快，然后就折腾这个车，原来这个是好的，错怪了。你看，要稍微使劲按一点，它才开机。是好的。出发，美好的一天啊，给自己打打气。开心也是一天，难过也是一天，是不是？然后从小看那个电影，做人啊，就要开开心心的咯，是不是？嘿嘿，玩儿的。我开惯那个中巴车了，那中巴车啊可以三档起步的。这个的话二档起步可以。从来不怨命运之错，不怕旅途多坎坷，向着那梦中的地方去，错了我也不悔过。人生本来苦恼已多，再多一次又如何？若没有分别痛苦时刻，受不了了，真的受不了了，我得下高速了，去修车去。这个车的空调呢也不行，这出来的风啊都是热风，也不知道咋回事。内循环外循环，吹脚吹身子吹玻璃，全部都试了啊，不行，都是热风。必须把这个窗户给打开，感觉自己啊快蒸熟了。外面这么大的太阳，这里边就跟烤箱一样的，变成一只烤猪了快。哎，下高速下高速，扛不住了，朋友们，扛不住了。来到修理厂了，师傅呢给看一看哪里的问题。
动前，发动前试一下。发动起来。对。换一家再看看。压力有的啊。这个是压缩机啊？不是，是我试一下电机。啊。要发电机。啊，发电机。刚刚师傅仔仔细细，检测了一下，就是压缩机呢不工作啊，并不是说是压缩机坏了，是因为电啊没有通过来，没有给它指令。但是具体是哪里的电出了问题呢，就需要检测了。现在要修的啊，就是电路检测，师傅说非常的麻烦啊，一个小时两个小时，然后先把别人的车修一下。这个车也是加氟的。现在轮到咱们了，师傅先看一看。星瑞江淮。你看下面这个转的，现在停了，又停了。师傅检查了一下，说空调的继电器坏了啊，然后没有配件，没配件的话也没有办法，修也修不了。空调电路专门维修的啊，希望能维修好吧。师傅绞了根铜线，可能要给我短接一下，因为这里没有电，然后线头连到这里啊就可以了。然后他再看一看，高速拖下来的车都是坏的啊。是不是里边还有螺丝啊？走了，朋友们，已经修好了，师傅手艺可以。华安，继续上。哎呀，朋友们，这下是稳当了呀！这小风吹的，凉快得很，真的凉快。这修一下果然不一样啊！这第一次把我给吓坏了。那师傅说压缩机，空调的压缩机坏了啊。那压缩机就是咱们家用空调外面那个机器，那就是压缩机，那是主要的东西。那坏的话修一下最少得个几百上千吧，真的啊，非常担心。然后这下的话不担心了，多问几家，人生地不熟啊，就得多问几家，每一家说的情况啊都有点不一样。不过最后这个师傅啊还可以，他拿那个线啊给我接了一下，啊还是没有配件啊，没有配件，线接了一下，凑合能用吧。回家之后呢，再慢慢等配件。咱们在路上啊耗不起这个时间，真的耗不起。哈哈哈哈，这风吹的凉快啊，真凉快，一点那个叫氟啊，一点氟都不缺，真凉快，不错，真的不错，哈哈。现在已经是下午的三点多了，时间真的太快了。今天就是认真开车，赶紧赶路啊，因为耽误了太长时间了，修车耽误的。加油！那梦中的地方去，错了我也不悔过。人生本来。贡川服务区，这里呢应该是属于三明的啊，福建三明。
这个方便面是没有上高速前买的啊，还是忘了，应该买个桶装的。这下意识都认为自己车上锅碗瓢盆都有，实际的话啥也没有。这个车就这样泡吧，就是把水倒了，随便吃啊。并且还是番茄牛肉面，哎呀，这真是吃不惯这味道，当时忘记看了。咱们吃啥都行，好的也能吃上，差的呢照样吃啊。米饭、粉条、面条都不挑，饿了吃什么都好吃。离开服务区，继续赶路。沙县小吃的沙县到了啊，但是晚上了，咱们也不用下了。出福建了，欢迎您再来福建。